大家好，我们接下来用汉泰的2D82汽车示波器来进行进气歧管的绝对压力测试，用一根汽车测试的专用线正极连接一探针，探测进气歧管传感器的信号线端子。这个传感器呢，位于进气歧管的附近。这个传感器呢有三根连线，分别是电源线的正负极，还有中间的一根是信号线。接入示波器的 CH1 通道，打开示波器，选择传感器进气歧管，把它的负极接恶意夹打铁。启动发动机进行测试。